昨天，国际排联官网公布了里约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的赛程，中国女排将在 B 组当中首先对阵荷兰队，随后先后和意大利队、波多黎各、塞尔维亚以及美国交锋。从国际排联公布的小组赛赛程来看，中国队将在8月6号迎战荷兰队，8月8号对阵意大利，8月10号迎战波多黎各，8月12号迎战塞尔维亚，8月14号迎战美国。中国女排的首战对手荷兰队是上个月的女排落选赛第一名，对于中国队的姑娘们来说，第一仗就要啃硬骨头。意大利女排也是欧洲传统劲旅，他们是上个月奥运落选赛的亚军。第三个对手波多黎各相对而言实力不强，但是之后的塞尔维亚女排是去年世界杯的亚军，而小组最后一战对阵美国队更将是火星撞地球一般的激战。里约奥运会的赛制规定，小组前四名进入八强，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堪称死亡之组，之外美国、荷兰、意大利以及塞尔维亚均有出现的实力。不过只要中国女排姑娘们发挥出正常的水平，完成小组出线晋级八强的目标应该不成问题。